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教的是国外还有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叫口袋野菇三明治。那我们怎么在家里做呢？当然我们要邀请到我们非常有名的师傅，我们的志庆老师。老师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你现在是大部分都在做素的料理，对不对？都只做素哦。那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叫口袋野菇三明治，对不对？好，那这个怎么做呢？哎，那我们现在先，这个是松本茸。松本茸，对，它甜度比日本的那个松茸，这个、我们台湾种的，在台湾种的，对对。你看台湾的菇，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对，我们家的冰箱里面一定有大概两种菇以上。Hey. 一定有，嘿，然后你看这个菇，哇，这长得这样又咪咪北泡泡，你看真的很漂亮。然后这个菇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把它放到那个口袋三明治里面去。没错，嗯，来，我们就直接切，好，然后再来，所以你看是直接对半切哦，哈，嗯，然后再来我们切红椒。那我现在教大家一个方式，红椒最简单就是你从头直接切下去，嗯，然后这个就放到一边。然后这个蒂就可以丢掉，然后再转过来，尾巴切掉。哦，头尾。对，然后再来，看它砰砰的地方，直接下刀，然后放这样子，之后直接转。绕一圈。对。哦。这样就可以开得很漂亮，也不用担心纸。对，你怎么知道？我们都很笨，在那边弄，然后在那边剥去纸。有，因为太太在煮饭的时候就感觉得到她的痛苦。啊，原来你在家不煮饭吗？哦，不煮。哎，所以你只煮给客人吃，你不煮，你在家不煮啊？在家绝对不煮。哦，所以家里是太太煮给你吃。因为家里就是休息的地方嘛。对。对，那如果我再继续煮下去，我会觉得我好像还在上班。哦，是这样哦。对。那太太煮的有你好吃吗？当然。要说好吃哦，当然要说好吃，真的是好男人嘿，对，那这样才有得吃啦。说实在的哈，对，番茄，哎，我们直接下刀，嗯，头骨就不要了。哦，所以这个红椒这样切的好漂亮哦，嘿，对，然后对半之后，对，我们一开三，哦，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放到那个里面，放在里面的，哦，它不是切一片一片的，不，我不是切一片一片，对。一般我以为是放在三明治或者是那个汉堡里面哦，因为它我今天用的材料它是口袋三明治，它不像一般三明治，一般三明治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它可能是平的，对 对, 對，那口袋面包可能它是立体的，对不 对, 對，它是蛮立体的哦，所以难怪你那个菇就是切的那个厚度就这么厚，是的是的，好好，然后接着我要开火吗？好，对，我们来开始好处理香菇。这个、小的工作就交给我就好了。啊，来，那我们先下橄榄油。好，橄榄油。来，老师下，因为我不知道要下多少。橄榄油现在西方的一些厨师他们都喜欢说下一点点，下一点点。对，好，但其实他们都下很多。哎，对，所以我们节目是看得到吃得到，对不对？所以老师下多少都不会骗人。对，确实，他大概这个大概有一大匙有吧。这个大概一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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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匙。嗯。然后我们橄榄油其实油温也不用很高，对不对？不用很高，对。然后接着我们就是要，接着我们先下香料。哦，先下香料。这是奥勒冈，这是奥勒冈液，对。这个其实在超市很容易买到，对，很容易买。有时候我们在看节目的料理的时候，就是比较担心的是老师用的材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选。然后去哪里买？对，因为有时候一些老师可能会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材料，那这些其实超市都买得到。对，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用转小火。哦，这个时候要转小火。温度够的时候我们转小火。你看老师多贴心啊，刚刚说老婆说的煮的菜就一定要说好吃，然后现在他转小火，他也没有偷偷转，就是很明确告诉我们说现在要转小火。哇，这么多的菇，等一下我们是要包，就全部都放到那个，全部都放到口袋里哦。所以你连煎香菇在锅子里都要摆一下吗？要。为什么？像它，嗯，其实如果有盖子会更好，因为其实松本茸它很甜。对。它目前是感觉让你觉得它就很平常的菇。嗯。但是它一加热之后，当它的那个水分出来的时候，你就闻到很强烈的香味。哦。还有它的甜度，啊，嗯，对。这个菇我倒是没有买过哈，这个也是在超市其实就买得到。超市现在都买得到，嗯，对啊。台湾种菇的技术很好，真的真的。
水果随便种随便甜，那个甜度都真的非常高，所以有一些在控制体重或减重的，或者是糖尿病的，都要稍微紧张一下，因为其实都吃了之后都太甜，都太甜，对。然后这些菇也越种越漂亮，没错，真的是台湾的这个精致农业太厉害了哈。哦，那这样放下去之后，其实刚刚的那一池的油，其实大部分都吸进去了。都吸进去了，对。老师，那有一些人在煎这个香菇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比如说干锅都没有油的时候，先下去煎。可以，其他也可以。嗯，对对。那可是会不会说我们放了油会比较香？我放了油，其实没有会没有比较香，原味真的是很甘甜。哦。那如果在各位观众如果在家的话，可以再放个盖子。盖起来，对，不要让它的菇的水气跑出去，就是把它锁住。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有的人他比较在意，又要在油再减少的话，其实你甚至你也可以不要用油，没错，对，就干锅下去，好，然后盖上锅盖，对不对？对。那我们大概偷看一下。哦，你这个是光明正大看了，这不是偷看，哎。我们偷偷看一下，哎，稍微有点焦色的话，对，它油就吸进去了，对，嗯。然后我们这时候给它转一下。哦，转动一下，因为其实锅子的每一个地方的受热温度是温度不太一样。我们这时候可以稍微加大一点，让它有点焦香味。对，它等一下其实差不多受热够的时候，其实它多糖体就会跑出来了。对，多糖体。我真的觉得香菇哈，就是台湾的菇类是一个很棒的食材，非常棒。它里面膳食纤维也多，对不对？然后就是其实也没什么热量。好，嗯。那这时候呢，因为我们刚看下面差不多有点稍微的金黄色了，对，稍微金黄色，有一点，对，我们这时候下酱油。哦，这个酱油颜色好淡哦。对，这是日式单位酱油。哦，哇，下去就整个噼里啪啦的。然后这是昆布粉。昆布粉，嗯，昆布粉，我们下一点，就下去调味而已。对对对，海的味道也有，山的味道也有，哎，有山有水，山有水，对。那这时候我们给它翻一下，好，翻面，嗯。我们另外一面也要顾到，哇，那颜色漂亮哦。漂亮漂亮，这感觉有一点点像那个卤过的那个颜色，嘿，看起来就很好吃。对，看起来就很好吃。说实在，我自己去餐厅，我很喜欢点一道叫做就是炒蘑菇，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没有办法像师傅或老师一样炒的这么样的，就是它收汁又收得很干，对，然后味道又很入味，对，在家里做不到，哎。可是老师这样子做，等一下他如果收的比较干，没有关系。哦，对，这样子是你收越干，它菇就吃起来会甘甜。对，甘甜，更甘甜。对，好，那我们下一点点糖就好。哦，真的是一点点哦，一点点就好。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薄盐酱油，然后有昆布粉，对不对？对。昆布粉是要提味嘛？哈，昆布粉要提味。好，那这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更神奇的东西，就是说巴萨米克醋。来，这时候我们就不用跟他客气。不用客气哦。不用客气。所以意思是老师要下很多，这个巴萨米克醋其实是很贵的。很贵的。对啊，你下的比油还多哎，真的。这个多吃多健康。哦，是这样子。这个没有负担。对。哦，这跟一般的醋，黑醋、白醋闻起来味道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它有一点果香味，对，嘿，还有一点那个红酒葡萄味，对，这个在西式料理，很多人都是拿来调理牛排啊，或者羊排之类的。哦，是是是，哎，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就可以换成去买类似这样的醋，哈，对。所以它到时候收干之后，它会不会就是留下的应该是？精华就是果香，然后加菇类。哦，果香哎，果香。所以老师刚刚有山的味道、菇的味道，还有海的，就是昆布，对不对？对。现在又有水果嘞，好哇，太丰富了。好，这样就我们就差不多了。好，我们就留一些酱汁。好，我们现在把它夹起来。香菇夹起来。对。
哦，那酱汁是老师故意要把它留在锅子里面。哦，对。嗯，你看，刚刚其实四朵香菇哈，看起来蛮大，现在大概都缩成缩掉三分之一，我觉得至少有。好，搞不好一半。哎，好，在旁边先等着伺候着。我们这个稍微也是。哦，现在这味道很香哈，而且它整个收掉，好像感觉有比较浓的感觉。对，很浓。我们就摆上去。要开火吗？不太需要开火。不开火啊？不是，不太需要。不太需要。对。那这个甜椒，它的目的是还有一片。甜椒的目的是让它有点干脆度。哦，干干的，然后还有点脆度。对对，所以如果温度是够的话，锅中温度是够的话，我们是不用开火的，因为其实它可以生食。哎，对，它可以生食，它其实是蔬菜类。嗯，对，那我还是稍微再加热一下下。对，然后所以就是老师故意把它跟酱汁一起稍微再融合一下，所以它也可以吸附到一点酱汁的味道。嗯，因为有一些人他会怕那个甜椒的那个屁的沁鼻，生味。对，可是如果你把它这样煎过，又加上有这个就是把什么有的醋调过，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可能就盖掉了。它会直接转为甘甜。嗯。哦，你看，来抢抢棍。然后我看老师还准备了旁边好多像葡萄干啊、松子这些，等一下都是要包进去。等一下都要包进去的。哎，不错不错。好，那这个我们也好了。再放过来吗？对，我们可以给它放在这边。这个盘子我拿。好。好。哦，其实我们煎的时间不多哎哈，感觉它上面表面有一点冒汗的感觉。好。好，那这个汤汁我们把它装到别的地方。好，我来拿一个这个，这些等一下不够是要把它淋上去吗？这样就很够了。哦，这样子其实就够了。这样就很够了，因为其实菇类已经把所有的精华都吸进去了，只是说这些是好料的，不要浪费。对，这后面，像有些人味道吃比较重啊。要加的这个我们就会加哦。你看那个整个都砍稀呀呢哈，对，好，放旁边。那我们这个擦一下。擦一下。哦，所以你看不粘锅就是有这个好处哈，哎，不用先拿去洗，哎，因为老师你这个锅子还要用是不是？还要用，我等一下要把口袋加热一下。哦，就直接用这样加热，阿边塞的对吧？不用洗，不粘锅嘛，对啊。来，口袋我们直接切下去。对切。对切。嗯。感觉好像就快好了呢，哈。嘿，好，开火，不用，要开一下。要，我们开小火就好。小火就好。最小就好。好，最小。最小。所以这安尼小下节的在嘛，哈。对。它等一下中间，它会自动的。嗯，就自己张开。对，自己张开。这个如果在像在有一些超市或者是那种贩卖店，其实它就是一大包，对不对？嗯。哦。它有一些也比较不一样，有些中间没有给你馅，它就是扁扁的。对。那你拿回家在加热的时候，它就变自己张开。它自己张开，对。然后再自己对切。对对。那建议上那个话，就是稍微在时间上再拉长一点，因为它如果你如果煎不够的话，它直接气就消下来。哦。对，那如果你煎有够的话，它就不会消，它就呈现那个一个圆圆气球的状态。啊，对对对对。对。那到时候就是通常那种是比较小，所以是把它切开，塞东西进去。用剪刀剪最方便。哦，对，用剪刀剪。嘿，哎，是谁这么聪明发明这种面包哈？现在是够巧哎。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哦。所以老师，你是在你会西班牙文，也会葡萄牙文。西班牙语。哦，真的是厉害呢。这两个语言其实有一点点相似，相似，对，有一点相似，都是拉丁语系。对对对对对，所以老师你在巴西待过很久，很久，大概几年？十年呢？对，没有去过巴西的朋友，下次去那个法华餐厅遇到老师的时候，可以请教他一下。嘿，巴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对，很美，就是南美嘛，对不对？很热情的国家，然后颜色很丰富，嗯，海边很多。
他们真的很热情，跟台湾人的风情是不太一样哈。嗯，就是他们玩笑会开得很大，玩笑所以你要懂得他们的幽默、啊。对，如果不懂幽默的话，可能你会很生气。哦，所以待十年，因为巴西他是讲葡萄牙语。葡萄牙语。好，那这样我们就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得准备盛盘，就对了，对，准备要盛盘。关火。关火。好。好。来。那首先你看，如果它好的话，它就会呈现我自己张开一个口袋。对。那这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放。嗯。我会先放生菜。对。哦，生菜还是很重要的哈。对。那老师就是要大家就是吃的健康，然后吃的安心。对，那生菜的话，其实你放的时候，它其实很占空间。嗯。那你就一样，最好是用卷起来的方式。嗯嗯。等一下我再卷一个。好。好，然后这时候我会先放。来。我会先放红椒。我先放红椒。对，嗯。那这个时候都是直直的放进去，这样你在咬的时候才咬得到。哦，所以这个时候老大家观众朋友就要注意看一下老师是怎么摆这个口袋那个口袋三明治。口袋三明治。对，怎么口感好，而且还要看起来好看，对不对？对。所以不是我们把料炒一炒就随便整个塞进去哈。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再来我们放菇。菇，对，那头要向外面。这个我都是这样，一个左一个右。哦。一片左一片右。所以你不管哪一面看起来都是漂亮的就对了。对。哦，是这样子。好，而且它是平躺在上面。嗯。这时候我们稍微给它压一下。嗯。就是给它塞进去，因为我们还要再放。还有东西要放。葡萄干，然后还有松子。松子，所以老师，这松子不用先烤过，直接这样就好了。不用，还有放葡萄干呢。要烤也是可以啊，烤的话味道会比较香。对，对。哇，这个整个脆脆的、甜甜的，还有呢？还有吗？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我们的美乃滋。好。美乃滋也要放一点，让它就是吃起来会比较滑口，对不对？滑润一点。对。所以老师，你这个美乃滋是自己打的？我自己打的。无蛋的。无蛋的。嗯。好。然后这个。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哎，虾素虾软。素虾软，所以老师说你这个是分子料理做。然后是红萝卜。红萝卜。红萝卜跟海藻。哦，所以才有这种颜色。对，所以现在分子料理也是很厉害哈，什么东西都做得出来。哇，好漂亮哦，真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好，一个。好。所以这个哇，我们这样已经完成了吗？对。太完美了，我们赶快来试吃咯，口袋野菇三明治上菜咯。嗯，老师，这个我应该。一个人哈，一个应该就绝对没问题，对不对？就整个饱了，对不对？哇，这不知道要从哪里下口。我们从右边或左边开始。我就偏要从中间，嘿，对，可以。哇，松本茸的甜度会一次爆发出来。老师，我刚进去因为咬比较大口，是，所以面包当然有，不过不多，嘿。我咬到了，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一块的那个松本茸，而且老师放的时候它是平躺，我就直接一块，就是直接半根的那个松本茸进到嘴巴。哇，老师，你说的那个是什么醋？巴萨米克。那个现在在嘴巴里面就是整个那个很浓郁啊，对，蔓延。是，然后还有就是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因为你把那个你自己做的那个美乃滋，放在最上面，所以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整个跟那个菇就很滑润，然后整个在嘴巴里面就是很润口。那我现在咬完之后，那个醋的味道就整个是在嘴里面蔓延。哎，贵的醋还是好吧，哈，当然，对不对？对。还有你看，老师这个口袋所有的东西满满的，然后外面有一个面包，所以吃下去那个，咸咸的那个咸度味道其实是刚刚好的。如果说家里面，其实我觉得。不管你要三明治啦、汉堡啦，对不对？蛋饼啦，哎，偶尔出现一下这样子的一个
口袋三明治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不同的变化。孩子如果一看到哇这么丰富哈，如果还可以买到像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叫虾软对不对？那是素虾软。素虾软，对，这样子真的颜色非常丰富。可是就算没有，其实光那些菇跟生菜其实就非常好吃，没错，对不对？哇，重点是老师调的酱，观众朋友一定要把它学起来。非常谢谢我们的阿庆老师，然后老师现在是在法华餐厅，对不对？所以如果除了看节目学老师的菜，其实也可以到餐厅里面，然后去享受一下老师做出来的料理。非常谢谢阿庆老师，谢谢，谢谢，素食够健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